今天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天哦，就在哪儿？这是在我64、69年我舅家院子。然后呢，今天就是舅舅家、姨家招待叫去吃饭这样的情况啊。这不是我二舅开上车来了，看打工吃饭了吗？在里木湖边野黄花儿开，彩虹桥上我把歌儿唱，夜泊林里有座毡房，心爱的姑娘住在哪里？那天你穿着洋裙走过我身边，自从我看到你花儿一样的脸，每天等你敲响，看你放路回家，每天等你敲响，看你放路回家。草原上我采来一把美丽的野黄花，轻轻来到你的毡房前，深情地叫一声好姑娘，听我倾诉心里的衷肠。大爷大儿子，你是否回头看过桥上的小伙，有没有听过他为你唱的歌？你是他眼前最美的风景，林中毡房是他梦回的家。你是他眼前最美的风景，林中毡房是他梦回的家。别他直播了，你知道吗？再不来吃饭，夜过里这就是典型的高帮头子烧的干净。我要永远藏在心里，谢谢。每天唱着我的歌，有的情绪唱了我就没去了，没有了，还有呢？我要永远珍藏在心里。每天唱进我的歌里，这歌咋那么散，咋都散了没有？望着少年，闪光的人生，灿烂的歌，彩虹桥上许下的诺言，无悔的青春最动听的歌。草原上闪亮淳朴的姑娘，脖子沟里最好看的花，放苗去，我要永远珍藏在心里，每天唱进我的歌里，好，干，放苗去，我要永